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兵。时光过得特别快，又是星期一了，也就是报新闻的时候了。上周三呢，有什么重点新闻呢？现在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第一则新闻，我们先来讲本地的新闻 news。小改款的 Mercedes-Benz E-Class 终于来到我国了。因为疫情的关系了，这一款老板车算是拖了很久才来到这里。小改款的 E-Class 在我国目前是有两种车型可以选择，分别是 E200 的 Avantgarde 以及 E300 的 AMG Line。和之前相比是少了拥有 48V mild hybrid 的那个 E350。在外形上虽然是小改款，但是这个最新的 E-Class 改变还是蛮大一下的。它导入了 Mercedes-Benz 最新的家族式风格，包括全新的 LED 头灯组设计。两者都具备主动远近光的功能，但 E300 的是更高阶的 Multi-Beam LED， 具备遮蔽光源的功能。水箱部分呢，我国的车型采用的是这个大标的设计，但其实最大的更动还是在车尾的部分呢。这个最新的双段式 LED 尾灯组设计呢，让整个车尾告别了 E-Class 以往很圆润，这一个呢就年轻化了不少，也比较优雅的感觉。至于内装部分呢，则是老样子，包括由这个两个 12.3 显示屏组成的经典双联屏设计，四环式的空调出风口，以及整体感觉很贵气的中控台都获得了保留。但是原厂还是为这个小改款换上了最新的多功能方向盘设计，也就是那个按键采用电容触感 Hot Touch 的方向盘，大大提升了科技感，也让整个内装呢稍微新潮了一点。而这个触屏主机所搭载的系统呢，也更新成为最新的 MBUX， 它支援 LTE 线上联网功能、 Apple CarPlay 以及 Android Auto 手机互联功能，同时中央扶手下的那个 MBUX 旋钮也更新成最新的 Touchpad 控制面板。我国的小改款 E-Class 也具备 Urban Guard 防盗系统，车内的感应器一旦侦测到车子在这个车主不知情的情况下呢出现移动，又或者是其他奇怪的状况，会直接线上将车子的信息透过 Mercedes-Me 手机应用程序通知车主。在座椅方面 ，E200 采用的是 Artico 人造皮革，至于 E300 呢，则是采用 Napa 高级皮革。配备上 ，E300 除了比较运动化的 AMG 方向盘以外呢，它还比 E200 多了全景天窗、三区恒温空调系统以及 Burmester 柏林之声音响系统。但是重点还是在安全配备部分，因为这回我国的小改款 E-Class 是全系标配了自动紧急刹车、车侧盲点侦测以及 Parktronic 主动式泊车辅助系统。而 E300 呢，则追加了360度全景摄像头，以及更加完整的先进主动式安全功能，包括许多人都很在乎的 ACC 主动式定速巡航。大家可以参考旁边的这个列表，看一下它的这个功能有什么。而动力方面呢，我国的小改款 E-Class 这回是全系搭载 2.0 四缸涡轮增压引擎，搭配 9GTronic 九速自排变速箱以及纯后驱的设定。在输出方面呢 ，E200 和 E300 有所不同，前者是低功率版本，而后者则是多了61匹马力以及50牛顿米的高功率版本，零百加速也相差了 1.1 秒。完整的输出功率大家可以参考这个里面。像这个小改款卖多少钱呢？32万以及37万多令吉，这个价格呢是 SSD 豁免以后的价钱，因为是 CKD 的关系，所以是便宜了挺多一下的。所有小改款的 E-Class 皆可享有 Mercedes-Benz Malaysia 4年的无限里数保护期，这个价格比起隔壁家的5系列是稍微高了一点。不过如果这个5系列升级到5年的保护以及5年的 free service 的话呢，它就比较贵一点。你觉得哪一家的这个行政房车比较吸引到你呢？第二则新闻， Hyundai Kona Turbo 正式来到我国了。和我们之前所讲的一样呢，这个 Kona Turbo 在我国是备有两个版本， Turbo 版以及 N-Line 版。他们搭载的是最新的 SmartStream G1.6 TGDI 涡轮增压引擎，并搭配第二代的 SmartStream 7DCT 七速双离合变速箱，最大马力是 198PS， 峰值扭力则是 265Nm。 马力方面呢，比起改款前的 Kona Turbo 是高出了 21PS 那么多，那这个输出也让它成为我国动力最强的 B segment SUV。在外观上，这个 Turbo 版的 Kona 其实与普通版 Kona 是大同小异的，只不过轮圈尺寸升级到了18寸，同时车身也采用了一个多寸双色的设计。颜值方面呢，会比较动感一点。至于这个 N-Line 版呢，则是多了许多的 N 专属性能套件，包含了有前唇、保险杠、运动尾翼、扰流板设计等等等等，还有自己专属的一个轮圈。整体呢是更加的运动化，也更嘎当了一点。而在内装的配备部分呢，这两款涡轮版的 Kona 都拥有 10.25 寸的全液晶仪表盘，可以支援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的8寸悬浮式触屏主机、电子手刹、 HUD 抬头显示器以及真皮电动座椅。至于 N-Line 版本呢，则是多了 N 专属的运动座椅、 N 方向盘以及 N 仪表盘设计，在视觉上呢是更加的热血，更有战斗格一点。
而在安全配备部分，就和我们之前所说的一样，我国的 Kona Turbo 是具备了 Hyundai Smart Sense 先进主动安全配备和驾驶辅助系统。从这个列表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方面 Kona 的功能是完整的，包括拥有具备 Stop and Go 功能的主动式定速巡航，这个可是 Turbo 版本才有的哦。这款韩系的精品 Crossover 呢，是由韩国整装入口，没有错，是 CBU， 所以他们卖多少钱呢？这个价钱你们觉得如何呢？接下来是外国新闻，但是好像也和我们有点关系。 Proton X50 的原型车吉利缤越在中国推出了小改款车型，有什么不同呢？首先2021版的这个缤越的导入了吉利 4.0 世代名为能量风暴的设计理念，车头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保险杆是采用了层次更加分明的双色设计，而且进气口也变大了，看起来比较夸张了。同时水箱护罩上也换上了蜂巢式的设计，比较特别是头灯这回还换成了律动式 LED 头灯组，在车子解锁的时候会有灯光秀，哇，这个可以啊。而这回吉利也为缤越新增了极光黄车身配色，轮圈也换成了黑色，以带出更强烈的一个运动感。内装方面呢，同样也是采用一个双色色系，并在配备上进行了升级，包括全新的 12.3 寸 GKUI 触屏娱乐主机，造型让我想起了奥迪的全新排档杆设计。动力方面也是一样维持，但是中规的缤越是有两具排气量不同的引擎可以选择的，分别是入门版的 1.4 四缸涡轮增压引擎搭配六速的干式双离合变速箱，以及我们这里也有了 1.5 公升 TGDI 三缸涡轮增压引擎搭配七速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这个小钢盒的缤越在这一个月就会在中国正式开卖了，会不会来到我国呢？我是觉得啦， X50 在我国才推出快要一年，而且我国的产量也没有中国那么多，中国是因为量大，所以他们要花钱改款也很容易，而我们这里呢，搞不好这个 CKD 零件供应商的模具都还没有回本，所以应该没有那么快吧。就不知道你喜欢这个小钢盒的设计吗？我个人其实是蛮喜欢它的这个内装的，酷了很多。那讲到吉利，之前我们曾经报道过的这个新一代帝豪，也就是 Geely M Grand， 在中国也已经正式上市了。现在就让我来和大家透露一下这款传说中有可能会是新一代 Proton Private 的轿车的详情。首先，它是一款 B Plus Segment 的 Sedan， 而这回呢，官方也确定它是基于和我们的这个 X50 一样的 BMA 平台打造而成，所以基本上是一个大改款车型。那值得一提的是，它的这个身形其实是和 Private 是差不多的，也因此才会被视为 Private 的接班人。这款车在外形上是导入了很多吉利最新的家族式设计元素，像是和星越 L 一样的 3.4 日行灯设计，还有这个直瀑式格栅的大型水箱护罩，让这台车的前脸看起来很有气质，有贵气的感觉。而车尾更是厉害了，这个被称为天际贯穿式的 LED 律动尾灯，它是由190颗 LED 组成，能够营造出极度立体式的视觉感，让这个号称中国版 Corolla 的家庭轿车看起来就是很不一样。不过它的内装才是一绝，除了这个蓝白双色的简约式设计非常精致有感，它还具备了像是 12.3 寸的全液晶仪表盘， 10.25 寸的 GKUI 声控娱乐主机，多功能方向盘，真皮电动座椅，而且内装的饰板质感超好。吉利就宣称这个新一代帝豪内装有高达 85% 是采用了软质塑胶材质，哇，这个已经是可以媲美我国 D segment 等级了哦。而且它还有完整的先进主动式安全配备，在配备方面呢，简直是逆天。这款中式 Corolla 在中国当地搭载的是 1.5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并搭配 CVT 变速箱，输出方面呢是 114PS 以及 147Nm。 但据了解，如果来到我国的话，这个传说中新一代的 Private 在我国将会是采用 X50 的低功率 1.5 Turbo， 也就是拥有 150PS 以及 226Nm 的输出功率，并搭配七速的双离合变速箱，听起来还不错。这个新一代的帝豪在中国的售价只要5万多到6万多令吉而已，简直是便宜到。当然如果来到我国的话，以这里的产量，我相信价钱肯定不会这么漂亮。假如是一个8万到9万多，给你一个 1.5 Turbo， 还有刚才我所说到的这一些配备，你会心动吗？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期每周三六零的所有内容。老问题一句，刚才我所说的这一些新车，有哪一个是你的目标吗？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是小明，喜欢这一期影片的话，记得不忘记按赞还有分享出去，最重要的是继续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